妈，阿谢你啊。免安尼啦，我脚手还阁真扭捏，免甲扶啦。看你身体还阁真勇健，是足好个。啊，不过我是足久无看你，你也是互我甲你扶一下啦。妈，伊是美芳，你敢袂？啊，伊较早是你新妇啊。啊？较早？哦，我已经离婚啦。啊，不过即摆就来做伙互相关心照顾啦。哦。敢那有淡薄仔印象啦，不过有影袂记啊，歹势歹势。不要紧啊，阿妈，你豆豆想啊。美芳，这个名敢那足熟悉啊。原来因两个人真正是翁阿母。以后咱两个嘛会是翁阿母啊。妈，你阿回去好不好？莫阁住遮啦，我怎有能力啊？会当让你过真好日子。免啦，我伫遮待了足惯势啊，而且，妈，你着搬去甲准生住啦，互伊好好又好你啊。嗯，是啦，公公师姐啊，我看你着甲恁囝做伙回去好啊，啊若无，遐尼来来回回走动哦，加忝的啦。哟，公公你嘛对啊。我嘛想要过这个好家人的生活，反正我这个家庭哦，三不五时啊，还佫会摕钱互我开。啊，我若真是住袂惯时，啊，我转来庙啊。这空空师姐是标准的钱数哩。这准新先生佮洪小姐，敢毋去认着人啊？假使若真正认着人，啊，煞认一个钱数转去，这代志就大条啊呢。好啦，我著听清空师妹的话，莫辜负你的孝心啦。安尼就好。尊贤，恭喜你。亮，我敢会当请你斗相共一个代志？什么代志啊？你敢会当教我做位回去照顾妈？我一个查甫人啦，你照顾妈有当时较不方便啦。安尼拢查某人，妈若有啥物需要开嘴哦。较自在啊，而且伊若甲你多相处一下，无定记得真紧就恢复啊。啊，不过，我听阿玲敢那怪怪呢。啊，恁两个毋是离婚啊？啊，离婚啊，你来叫你的情某去照顾伊的情大哥。啊，若是安尼，你应该嘛爱去照顾伊的亲人，安尼才公平啊，对不？人伊家内事，关你什么代志啊？李红，你敢愿意答应我？李红。你著答应俊生啦，啊，若无伊一个查甫人爱照顾一个老伙仔，又搁是查某的呢，迄足侪无方便的所在，要甲斗相共嘛。我拜托你好无？而且最近我的工课嘛较无闲，无累着了，不然妈会辛苦边啊。不要紧啦，啊，你做你去上班，我会家己一个踮咧厝里啊。唔好啦，妈，啊，我住的所在环境你也无熟，而且我也袂当常常放你一个人伫厝，安尼我袂放心啦。好啦。我甲恁做伙回去啊！娘，多谢你。拜谢。志芳啊，星霞，我即马无住喺庙呀，啊，一间庙你若好，我照顾。若是有信徒要来问事哦，你著爱接无，莫咧要分担哦，知无？放心啦，我绝对哦会甲伊顾条条的。好。安尼，淑萍啊，淑姐，我来走啊。哦。多谢你今早啊。照顾嘛，是讲俊生啊，即马恁阿母哦，足无简单找倒转来，唔通阁予伊碰见啊！啊，若无到时阵，我甲水工大叔哦，拢袂帮你抓哦。阿婆，我来走。哦，行，妈，来等。这里啊，这里，是。以后都承咱两个人相依为命啊，呢。雪特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